帮到你啊，改善咗，你啲感恩啦。哦，人啊做好事咧就好快。目前啊，在我哋嘅马来西亚生活嘅物质咧走向哦，电啦涨得好似飞炮跳得咁快咯。日常生活喺零六跳得咁快哦，薪水咧好似乌龟咁慢咯。所以而家我哋嘅趋势就咁样咗，你知唔知啊？系咪呢三样嘢记得咯？边只涨得快，似乜嘢？偏偏我哋嘅薪水好似乌龟咁慢。 嗰啲嘢同我哋唔符合，你知啊？所以我哋嘅运程啊，财运啊，开始减弱啦。所以有时唔系你搵唔到钱，你知啊？钱系搵到，因为加薪系慢咗，物质用嘅嘢起得太快咗，所以变成个财运出问题。有时唔系命运唔好，你知唔知道？就呢啲整成嘅哦。啊，所以你啊，了解啊，嗬。所以而家目前系咁样样嗬。 我哋教大家点样去脱离打工族，点样经营好自己。举一个例子嚟讲，一个人啱啱踏入社会啊，工作嘅新人啊，收入2000蚊。咁啊，如此嘅物质嘅生活咧，要点样让自己在最短嘅时间可以买到属于自己嘅车或者屋？我如何咧嚟精进啊理财，方可以实现啫？啊，一个人我用几？ 点样去方式摆脱打工族嘅方式，将你嘅薪水点样去分成，几多份嚟做？记住一个好重要，唔系你哋赚唔到钱咯，系唔识管理好你嘅钱财。无论见到边个好，就算你嚟揾个师傅啊，我揾唔到钱啊，你唔好同我讲呢句话。其实钱你系揾到咗嘅，你系唔识管理好你嘅钱财。出问题，即系话世俗讲一句话。 你识理财，财就唔理你。你识理财，财就会理你。打个比方，我今日同你交易，人哋咪俾咗钱你，啱唔啱？你系咪叫赚到钱咗？钱到咗手，你点样分配？你冇一个概念，冇一个方案，咁你钱就冇咯。今日你打工出粮咯，老细系咪俾咗钱你？你系咪叫赚到咗？但系你唔识分配好你今个月嘅薪水，啱唔啱？你嘅财点解留唔住？ 咁你又唔会怪你个运程唔好啊！你知唔知道？唔系命运唔好，你知唔知道？系因为我唔识管理好钱财。好，今日你点样教大家点样管理好个钱财啊？咁个收入点样分配啊？收费一日噶，就一样嘅，好似乐意啊。但系你收入咧就系咁少嘅啫吓，下边咁多个兜啊，擘个大咁大只口啊，准备啊点样嚟分配你个收入啊？嗱，你可以识啊。好，你可以将啊每一个月收入嚟2000蚊平分为五份。 第一，生活费700蚊，一个月只有用700蚊嘅啫，冇用多啊，用多啊超过你就好惨噶啦。交际费咧400，学习费咧200，旅游费咧200，哦，投资费咧500。今日教你呢个方案咧，点样摆脱打工族，唔好一世人同你打工。咁咧，你咁咧同你一世打工，你好可能出头一个月出头就好似呢只嘢咁样噶咯吓，即系出头就好似啊，点样去用咧？ 听我啲啊！第一份人用嚟做生活费，有啲人会讲：，哇，咁少嘅生活费，点教啫？咁我哋每一日只能够分配到10蚊，比如讲一个月30日啊嘛，咁啊一日你只可以用10蚊咯，10蚊就600蚊咯。所以你点样分配？你因为你啱啱出嚟啊，仲后生啊，身体仲挨得嘅，食少啲冇相干。你又唔好食下餐餐都大餐，咁你又想点样摆脱啊？ 你用5年啊，3年5年嘅时间咁样去挨哦，你好快摆脱打工族啦，你自己开始出就做到晒啦。哦，你想食嘅简单啲，因为你仲后生嘛，就身体暂时冇咩大问题咧，你咁样食法咧，哦，应该。
不會影響你的健康的、哦、第一份做生活費，第二份呢用來交際，來擴大你的人際關係。交際呢就是什麼朋友值得你請的，那你請朋友不嚇嚇說義氣，義氣不可以當飯吃，如果出去社會嚇嚇跟你說義氣，你就會變成這樣的。交際朋友就應該是這樣，這個名義記住，小事就百刀相助，大事就坐視不管，如果不是呢你就被朋友害你，就等於 說義氣就這樣，你是羊骨被人找笨了。很多人就這樣說義氣，義氣的義字就這樣寫的，上面是羊，下面是我，所以你就做羊骨。所以記住，小事百刀相助是什麼意思呢？沒超過你的經濟行為的底線，沒衝破的我幫你沒問題。如果你有我說義氣超過了我經濟的問題，比如說你有跟我借一筆錢，借了我沒有辦法去維持我未來生活，那你就白白沒了了。所以說大事做事不管就是這樣，我就看好了，我沒有插手。比如說我一生的財產只得了50,000，對嗎？你叫我跟我借100,000，那我到處跟你借借借賣賣給賣你，那我為了一個儀器，那麼 到最後誰吃虧誰慘？對方會可憐你嗎？他會感激你嗎？絕對不會出現這樣的。你看看梁生108條可能全部就這個字死了，你還是學棋，你沒有看戲嗎？梁生108條好漢全部就一個儀字做羊骨，是不是死到曬啊！歷史都做俾你睇，你仲係做兒戲，所以兒戲唔可以當飯食咯。所以講你用嚟交際，除咗你嘅電話費盡量慳，哦，每個月可以請兩次客，請邊個咧？記住，請比你有思想嘅人，比你更有錢嘅人，同你咧需要感激嘅人，你話請請呢啲咁嘅人，唔係所有人都攞去請。所以我叫你，人窮嘅時候就要大方啲，請你。幫助過你的人，感激的人，比你有智慧的人，你請這些人呢他就會幫你。打個比較，你跟老闆吃飯，你就請老闆吃飯，老闆永遠記住你，醜魚不會醜你先的，記住，因為吃了你的飯，是不是你有機會？如果升職，是不是首先考慮是你先？加薪是不是你先？機會是不是你先？所以以前呢，我未出家之前呢，我所交的朋友大部分是老闆多，很少跟他打工仔一起交朋友，因為他站得窮過你，還有什麼機會給你？有都不需要給你。我有空就陪老闆打麻雀喝酒的。我是怎樣開始的？因為跟老闆每次跟他陪他打麻雀，老闆不是沒有錢，有時候時間太多了，就經常叫我打電話，就叫我有一次叫我媽媽贏了三揭一了，盡快一到啊。我老闆對不住，最便宜不知道買到什麼墨水，這麼慢乾的。以前的買到墨水，小姐給我很快一乾，一人即刻乾就陪得你咯。現在買到墨水很慢乾，所以你聽一下，老闆懂得聰明，你不要說你沒錢就去打麻雀，墨水買到很慢乾的，所以說忍不切，沒辦法陪你說話，我聰明一點，你知道嗎？老闆說沒錢就沒乾，沒錢就來，我給你機會，你給工程我接咯，就是這樣。我20多歲出來，23、4、5歲我做老闆開始拿工，身邊養著一班人，我有空就計數而已，計好了就給我的人做，有空就跟我老闆打麻雀。所以你參什麼人吃飯，參什麼人陪什麼，請什麼客，你就請這些客對你有幫助的，明白嗎？或者請你比較有經驗的人，好像我初初來拿東西做沒什麼識，請個老前輩，對嗎？出去仔食一餐，咁咪教你咯。請你食飯，你又可以從中學到嘢，明白冇？咁嘅生意點樣去做翻嚟？所以講你愛攞依份嘢係點樣去運作，去創造你嘅機會。記住啊，做人咧冇咁多兒戲咯，兒戲多就開始做羊骨咯，然後去俾人揾笨噶啦。第三咧，學費用200元咧嚟提升自己嘅知識能力，或者簡單啲嗬，去買啲書有意思噶。去幫助提升你的，買啲書翻嚟睇，提升你，或者上啲課程可以提升你的事業噶。比如講有啲人商業啊，點樣教你點樣創造你的財富啊？你學學到你可以用喺你的生活上，用喺工作上點樣對待人。所以做生意係點樣去
改變自己的收入，一樣的道理，你一定要提升自己。咁第四咧，旅遊費，你每一個月咧收200元，一年咧就有2000多，2000多元，你可以所你準備一張地圖，國際地圖喎，有，凡係你有去過嘅每一個地方，再插上個旗喺度，咁你一生人量嚟，一年去一個地方，5年就5個地方咯喎，所以你自己自行，啱唔啱？3日5日住民宿。經濟嗰啲，咁你可以睇到人生百態。富裕嘅國家嘅人生活點樣，你睇到，明白嗎？貧窮嘅人國家你睇到。所以以前咧，我好中意旅行，到處去，去到落後國家，我會諗一個問題，我諗咩問題？如果我喺呢度生存啦，我應該點樣用咩方法？我去到嗰啲富裕嘅國家、有錢嘅國家，如果我到呢個地方生存，我應該用咩方式嚟生存？所以你去不斷旅行去睇。會擴展你的睇法啦。咁你身邊第日你用嘅翻嚟嘅時候，如果我碰到好有錢嘅，我應該點樣嚟同佢交往？如果我遇到一個貧窮嘅人，我應該點樣嚟幫佢？咁我就識點樣應對啦。咁你人生嘅經驗就提升咗啦。所以往往好多人咧，好少出去旅遊。你好少睇，你唔知道出邊已經變成咩咗。如果你識出去睇咯，大五嘅投資咯。你本身就存在一筆錢啦，又可以投資。去到人哋國家，見到有商機啊，幾千蚊買翻嚟，依度買一手。好似你講，去到香港有啲地方，我哋馬來西亞都仲未有嘅，人哋嗰度已經有咗，你知唔知啊？咪趁嗰機會買多少翻嚟賣咯。咁啊，從小錢賺起啊，就算蝕啦，都蝕個2-3千元啫嘛，咪當攞經驗咯。如果賺嘅時候，你咁啊，一味識點樣投資啊？幾年落嚟啊，5年落嚟啊，啱唔啱？你咪可以變成咗咩？做老細啦，一個小老細啦，就冇乜鐵力打工族啦，外賣車、外賣屋都有咯。所以如果你冇行出去，你冇咁樣去經營你自己嘅人生，你點樣可以鐵力打工咧？點解我咁樣計劃咧？記住啊，你初初開始出嚟打工族，你個5年後啊，有幾多人出嚟打工族啊？5倍咗，你知唔知啊？意思個。即為一個5個人等住嚟爭啊！你錯誤揾嗰只位置，你知唔知咯？所以美國咧，外國其實就冇咁嘅計劃哦。你睇一個職位哦，排長龍啊嚟去應徵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因為每年都出1倍1倍嘅人出嚟，你知唔知？你職位冇多，你知唔知咯？你一個唔小心俾人炒咗魷魚哦，你就到時失業啦。所以外國點解你攞救濟金呢就因為佢冇計劃點樣擺脱，其實一味就打工打工打工。你諗下，一年一批大學生出嚟有幾多人？2年、3年、5年有幾多大學生出嚟？咁你點樣去保持你嘅職位？除非你係好專業，如果唔係，你好快俾人淘汰。如果我咁樣計劃好咗啦，5年後咁多人同我競爭，我開始做小老細啦，小生意啦，最低限度我唔使同嗰啲打工族競爭咗啦。你要記住哦，一世人咁樣攞，你嘅後邊競爭嘅人越大。如果你年紀越大哦，同樣好簡單，你嘅薪水100元，我同樣用100元請3個外勞翻嚟鬥唔贏你，3對手鬥你1對手鬥唔贏，你咪好快俾老細第一個出咯，係咪咁樣？所以你冇計劃依個問題，人嘅年紀不斷成長，但係個財富冇嚟足咗，我點退休？所以年紀越大哦，就唔夠後生鬥咗，你知唔知咯？你唔咁樣計劃，你就一世人噶咯。啊，所以依個好重要，經營自己點樣分配，點樣係好好運。咁呢個運程你又識點樣嘅？啊，所以依啲係學識嚟咯。記住啊，窮嘅時候使錢俾人睇咯，富嘅時候就使錢俾自己享受咯。窮嘅時候一定要大方，富嘅時候就唔好擺闊啦。記住啊，依啲話，窮嘅時候就使錢俾人睇。人哋受咗你嘅恩，就會記得你。如果你冇俾恩人哋，人哋邊度記得你啫？簡單講嗬，人窮嘅時候咧，就俾人利用；你富嘅時候就你利用人。而家我窮嘛，多啲俾人利用冇相關。富嘅時候咧，你利用人咯。如果你富嘅時候就俾人利用啊，你好慘咯。意思講，我哋窮嘅時候唔可以計較，老細叫我做多啲，做嗰啲叫加班，俾人利用冇相關。没有，到我富的时候就。